战火纷飞。当世界陷入危急存亡的时候，新的希望诞生了。一班无分国界的特种精英奉命结束一场漫长的战争，令到全世界重获自由。 Overwatch 多年来他们捍卫和平，在他们的保护之下，世界恢复生机。现在他们的使命告一段落，但是他们守护和平和平等的理念永远不会磨灭。好犀利啊，那场战斗有音速战士啊，他会发射飞弹的，你喜欢哪一个啊？我最喜欢那个我想想先，叫闪光，是啦，是闪光啊，他有一句不用怕啊，朋友一起交给我啦，啾啾啾。唉，哇，这个是毁灭拳王的拳套啊，大家都说他一拳就可以将高楼打粉碎的，真的很厉害的。但是温斯顿也很厉害，他有个招喷射飞拳。唉，那些只是纪录片，是人都知道 Overwatch 已经解散了，其他人都去了做佣兵了。咦，佣兵哦，玩得开唔开心啊？好啦，够钟啦，快啲走啦！唔好望啦，走啦！哼，揾到人，睇紧乜咧？起身啦！弊啦！留喺呢度。做得好，我哋永远欢迎新嘅英雄。